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重要的任务。嗨。政府の門を見張ってろ。誰も入らせるな。違反者は全部殺せ。夏川少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亲自核查过了，所有工作人员都来上班了。夏川少佐，準備はできたかね？稲田少佐、時間通りに来たんですね。重要な案件だ。当然のことだ。立刻通知下去，让所有的工作人员到外面集合。嗨。报告。进来。报告少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侦缉队所有成员已经到楼下集合完毕。咱们今天要干什么呀？重录指纹，抓出杀害小泽的内鬼。田队长，赶快去外面集合吧。出什么事了？今天要冲入指纹。通知唐副县长。已经通知过了，他马上就下去。田队长，你赶紧的吧。好，我收拾一下就去。
还有谁没到？唐副实验长和田队长，快去找来。嗨。唐天琪要重录指纹，再不走就逃不掉了，是不是？你换的二炮的指纹。県政府と偵察隊の者たちの指紋の書類がある。ただ大きくした指紋が手に入れば見比べられ、スパイを捕まえられる。多くても20分です。天琪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出去了。唐副县长，这么晚了您还没歇息啊？一会儿下川少佐要过来提档，我先过来看看。啊，您看吧，我给您倒杯茶。来，您喝茶。哎，您没烫着吧，唐副县长？啊，没事没事，赶紧收拾收拾吧。哎，好好好。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您慢走啊，唐副县长。慢走啊。逃？我为什么要逃啊？别故作镇定了，天明，你瞒不过我。我查过你的指纹，跟那个刺客的一模一样。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就是你杀的小泽。你在调查我？不是调查，是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。田队长，我是什么人，你难道不了解吗？我现在反而想问你，你又是什么人？唐副实验长。唐副实验长，唐副实验长，好，既然如此，别的先不谈了，再不走就没时间了。我知道有条路可以避开守卫。田队长，田队长，田队长。
唐副县长，田队长，赶快下去吧，就差你们两个了。田队长，请加强武器，这是下川少佐的要求。可以开始吗？定岗守命。必须要马上救火，都赶紧救火！谁都不许去！天琪，办公室里有我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必须要马上救火。办公室烧了，我给你换一个新的。今天即使是整个县政府全烧光了，我也要把指纹采录完。稲田少佐、お手数ですが、火災状況を制御し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。夏川少佐、君の仕事ぶりには敬服するよ。给唐副县长采录指纹。唐副县长，
上东宫。杰一飞东宫，李海东宫，大豹东宫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唐天琪正在重录县政府内部人员的指纹，调查刺杀小泽的人。真是怪了，照你的说法，小满是不可能刺杀小泽的，那就是县政府还有其他的卧底，会是谁呢？我也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站住！站住！这是命令。小泽是我杀的，唐天明。太让我失望，夏川少佐。既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，你想怎么处理，你随便。你为什么要杀小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夏川少佐，这里不是审讯的地方。既然凶手已经承认了，就交给我来办吧。滚回去！这个，等等。和田少佐，小泽的案子一直都是由我来负责的，现在凶手抓到了，也理应由我来审，你就不要插手了。田队长，夏川少佐，把他带到审讯室。是。等等，夏川少佐，由你来审讯，你是要徇私情吗？根本就誰ができるか。夏庄少佐，你这是在妨碍公务，公然跟皇军作对。和田，你少血口喷人。我对皇军忠心耿耿，如果他真的杀了小泽，
即使他是我哥，我也一样会枪毙的。可现在你的举动明显是在越权，是对我的不信任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就由夏川大佐来决定吧。伊奈娜，夏川大佐。大佐、伊奈娜です。重要な報告がございます。小沢を殺した犯人を捕まえました。犯人は探検民です。探検民、稽古に変わってくれ。はい。お父さん、稽古です。嫌疑は避けたい。やはりここは稲田少佐に任せて。お前は手を引け。お父様。もう言わねえ。私は尋問の結果を待つだけだ。你赢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没有审讯出任何有用的结果，我会接手的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夏川大佐失望的。你给。是不是和田少佐对你太不尊重了？不用你提醒我。出去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人都已经杀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谭天启现在可帮不了你了。只要你老老实实交代，我保证，我们的合作会非常的愉快。不然的话。和田少佐，你别忘了，我也是在南京受过训的人。没关系，有什么招尽管用。唐天明又落在咱们手里头了，但可惜呀、啊，你说审讯他这事儿啊，没交代给我，要不然我非让他再掉层皮不可。哥，这点小事还不简单吗？你直接去向和田少佐请示一下，让他把唐天明交给你审，到时候你
想怎么玩他，就怎么玩他。你还是没想明白呀，兄弟。现在这个事儿啊，是这两个日本人之间的私情。咱别趟这浑水，躲远远的。高，哎，少佐。前副队长，怎么，和田没让你参与审讯？这个案子是和田少佐亲自审问，哪轮得上我呀？要是轮得上你，夏川少佐，属下有几斤几两，我很明白。这么大的一个案子，如果要是审不好的话，我可担待不起。知道就好。唐天明是在南京受过训练的人，别说是你了，就是和田也撬不开他的口。更何况，唐天明是我抓的，理应由我来审。你是帮和田呢，还是帮我一起来审问唐天明呢？前副队长，属下在。你应该知道帮谁吧？是，属下明白。你说什么？天明是凶手？这……嘘，白灵，你别激动。不是，我现在都糊涂了。天明为什么要杀小泽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现在也很困惑。其实我也在暗中调查他的底细，但始终都没有发现任何破绽。坦白告诉你，在唐天明被抓之前，我已经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凶手。我计划不动声色暗中摸他的底，但是没想到唐天琪还有这么一招。不过，有唐天琪在的话，天明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吧？对吧？南京方面已经安排和田负责审讯天明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天明，你还是不招吗？决议飞吧。もう電話をしました。すぐ着きます。何队长官，您找我。决议飞。你对审讯很有一套。阿甲，唐天明交给你，让他开口。这和田少佐，这恐怕无能为力呀。你这是在违抗我的命令吗？不，长官，是这么着，我学的这套审讯手段吧，都是跟夏川少佐那学的特高课的那一套，唐天明他接受的就是特高课的训练，不管用啊。再说我这两天吧，因为这二炮死了，折腾的我是吃不下睡不香的，我怕万一我控制不住再给他折腾死了，不好交代啊。
当替死鬼去审唐天明，这事咱能干吗？哎，哥，唐天明对我那个样子，干他一下又能怎么样？你傻呀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风口浪尖上，俩少佐谁都不能得罪。哎，狗咬狗鱼嘴毛见过吗？见过，特好玩。给你表演个真人的。哎，嘿嘿。喊什么？说。是。少佐，我刚才去了审讯室，何天让我帮他审天明，我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，我没答应他。何天审出结果没？实话不瞒您，快不行了，再这么审下去，我就估摸着天明撑不了多久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少佐，你就是这么审讯的吗？他死不开口，因为下庄少佐的原因我已经很客气了。小泽的死非同小可，唐天明现在是重要的犯人，我们能挖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。照你这么审下去，他会没命的。你也知道小泽的死非同小可，他迟早是个死。即使他该死，也轮不到你来做主。南京方面自然会有安排。从现在起，他的审讯工作由我来接手。这是夏庄大总交给我的任务。可他想要的是结果，而不是一具死尸。如果你不想交给，那好，我现在就去给大佐打电话，如实汇报情况，我看他怎么说。等等。可以把审讯工作交给你，但不能由你一个人完成。我希望钱一飞也能参与。和田少佐，既然你想要侦缉队参与，那也应该是由田队长来办。我只要看到结果。医生，嘿，少佐，夏川少佐に甘すぎでは。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る。夏川大佐は思ってることだ。夏川大佐に報告する。稲田だ。夏川大佐。夏川少佐，医生，他有生命危险吗？少佐，不能再对他用刑了，犯人伤得很重。我知道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你为什么要杀小子？能不能给我一些理由？夏川少佐，再给他点时间吧，要么我和他单独谈谈。谈什么谈？唐天明，你别逼我。田队长，去把白灵带来。
白莲现在还在医院呢，带她来做什么？少废话，让你去就去。夏川少佐，再给我点时间吧，我会让他交代的。我已经没有耐心了。田队长，如果你不去，我就吩咐钱一飞去。哎，小满，好点了吗？啊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他们，田队长，夏川少佐可还在当中呢。把他带走。小满，对不住了，我自己会走。这儿来干什么？夏川少佐，我把白灵带来了，把他绑到刑架上去。夏川少佐，白灵跟唐天明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这么做不合适吗？怎么，你想抗令？还是说，你跟唐天明是一丘之貉，把他给我绑了。是是。啊！干什么？走！你们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你们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说，天琪，要是你让我来，终于舍得开口了，这还不够。我想听的可不止这些。不是喜欢白灵吗？既然你不开口，那我就毁掉你喜欢的东西，我看你能挺多久。来，把唐副县长转过去，让他看着心爱的女人。是是。你别无选择，田队长，该你。天琪，唐天明的性格你也了解，吃软不吃硬。你把白灵扯进来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我不想听这么多废话，我只问，做还是不